西先王之治，字天子，公侯卿大夫，是至于造立报官积者，其爵禄奉养公事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志各有差品，小不得铁大，贱不得于贵夫人，故上下序而民制定。于是遍其土地，川泽丘陵野沃原席之宜，教民种树畜养，五谷六畜及至于鳖鸟兽冠仆才干器械之资，所以养生送终之具，米不皆欲，欲之以食而用之有节，草木未落，斧金不入于山林，柴塔未弃，居网不布于野泽，鹰隼未击，增益不失于溪碎，既顺失而取物，然由山不察孽，则不伐妖，源于米卵，鲜有长进，所以顺时宣气，翻覆树物，蓄足功用，如此之备也。然后四民因其土宜，各任智力，夙兴夜寐，以至其业，相与通公议事，交利而聚善，非有征发期会，而远近贤足，故意约后以才成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。此之谓也管自云谷之四民不得杂处，是相与言人异于贤宴，公相与义技巧于官府，商相与与财力于市井，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，朝夕从事，不见异物而迁焉，故其父兄之教不素而成，子弟之学不劳而能，各安其居而乐其业，甘其食而美其服，虽见其利分华，非其所习，必由荣宅之与愉悦不相入矣，是以欲寡而事节，才足而不争，于是在民上者，道之以德，习之以礼，故民有耻而且敬，贵义而见利，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不言而治之大略也。即周室衰，礼法堕，诸侯克绝丹营，大夫山结早捉，八佾舞于庭，雍彻于堂，其流至乎是庶人，莫不离志而弃本。稼穑之民少，商旅之民多，谷不足而或有余，临沂至乎桓，闻之后，礼义大坏，上下相貌，国义正，家书俗，世欲不至，铁叉王及，于是商通难得之祸，工作王用之器，试射反道之行，以追食好而取士资，伪民背时而要名，奸夫犯害而求利，算是取国者为王公，与夺成家者为雄杰，礼义不足以居君子，行路不足以威小人，富者木土被文锦，犬马鱼肉素，而贫者短喝不完，寒疏饮水，其为边户其民，同列而以财力相均，虽为仆虏，犹王运色，故夫事变诈为奸诡者，自足乎一世之间，守道循礼者，不免于饥寒之患，其骄自上兴，有法度之无限也。故列其行事，以传世遍云。西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荡离。既然曰：知斗则修备，实用则知物，二者行则万祸之情可得见矣。故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礼也。推此类而修之，十年国富，后路战事，遂报强吴。刷会稽之耻，范蠡叹曰：既然之策，实用其武而得意，既已失国，无欲失之家，乃成扁舟，浮江湖，辨名姓，视其为失夷子皮，知陶为诸公，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
货物所交易也，乃置产积居，与食足而不择于人。故善治产者，能择人而任食。十九年之间三至千金，在散分与贫友昆弟。后年衰老，听子孙修业而息之，遂至巨万，故言父者称陶朱。子干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侍卫，发著御才曹、鲁之间，昔使子之徒，自醉为饶，而颜渊单食嫖饮，在于陋巷。子干结四连旗，数伯之璧聘享诸侯，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然孔子嫌颜渊而讥子干，曰：“回也，其庶乎？”吕控自不受命，而获直焉。一则吕仲、白圭、周人也，当为文侯时，李使务尽地利，而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能饱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同仆同苦乐。驱食若猛兽至鸟之发，故曰：“吾至生犹一饮。”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刑法是也。故智不足以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。人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以有守。虽欲学无术，终不告也。盖天下言智生者，祖白圭、伊顿用古言起，邯郸郭纵以筑也成业。与王者列，父乌氏裸畜牧。及众士卖，求其增物，兼献戎王。戎王十倍其长，与处处置用谷量牛马。秦始皇令罗比封君，以时与列臣朝请。八寡父卿，其先得丹学，而善其力术士，家亦不资。卿寡妇能守其业，用才自卫，人不敢犯。始皇以为真父而克之，为助女怀青苔。秦汉之治，列侯封君时租税，岁律户二百，千户之君则二十万。朝进聘享出其中，庶民农工商贾，律役岁万息二千，百万之家及二十万。而更遥租付出其中，衣食毫没矣，故曰：陆地牧马二百蹄，牛千蹄角，千足羊，则中千足雉，水居千石余波，山居千张之丘，安邑千树枣燕，秦千树栗黍，汉江陵千树菊，淮北行南河际之间千树丘陈，夏千亩漆齐，鲁千亩桑麻，魏川千亩竹，及民国万家之城。代郭千亩亩中之田，若千亩之堑，千骑将九，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晏曰：以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四秀文不如以士门。此言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通义大都孤一岁千酿。西将千红，将千丹，屠牛羊，制千皮，骨笛千钟，新镐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千张，竹竿万个，摇车百乘，牛车千两，木器七者千枚，铜器千钧，素木铁器若支嵌千石，马蹄小于口螯大于千，牛千足，羊制千双。铜手指千，金角丹砂千斤，其帛絮细布千钧，文彩千匹，达布皮革千石，漆千大斗，镍曲盐尺千合，台此千斤，折抱千钧，枣粒千石者三只，狐貂裘千匹，羔羊裘千石，毡席千具，他国彩千种，子带金钱千贯，结攒块。贪甲三只，连甲五只，一比千乘之家，此其大律也。蜀卓视之，先赵人也，用铁也富，秦破赵，迁卓氏之蜀，夫妻推辇行，
朱坚庐少有余才，及与力求进处，处加盟，为卓氏曰：“此地狭薄，吾闻民山之下卧也，下有蛆蚩，至死不饥。民工作不亦甲，乃求远迁，置之临邛，大喜。及铁山古柱，运筹算，甲颠属民，复至同800人。田池涉猎之乐，拟于人君。城正，山东千庐也，亦也筑。甲颓结民，复猎卓氏。成，卓既衰，至成哀坚。成都罗侯子至巨万，出侯甲京师，随身数十百万，为平陵时事。时前，其人强力，时氏子次如居亲信，后资遣之，令往来巴蜀，数年兼至千余万。侯举其半路以取阳，定陵侯，依其权力，奢待郡国，人莫敢负。善言景之力，今年所得自备，遂执其祸，顽恐事之先，良人也，用铁也为业，秦灭魏，先恐事南阳，大古柱，归碑田，连其游诸侯，因通商贾之力，有游贤公子之名，然其赢得过当，欲于千色，加至数千金。故南阳行甲进伐孔氏之雍容，鲁人俗俭色，而秉氏尤甚，以铁也起，复至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弟曰：“夫有时，养有取，世代行甲遍郡国。”邹鲁以其故，多去文学而趋利，其俗见奴鲁，而刀尖独爱贵之，结侠奴，人之所患。为刀尖收取，使之逐于盐商贾之力，或连车其交首相，然欲亦任之，终得其利，起数千万。故曰：宁绝无刀，焉能使豪奴自饶，而尽其利也。刀尖既衰，至成哀坚，临淄姓为子5000万，周人既迁，而失使尤甚，转谷百数。甲郡国无所不至，洛阳皆居在齐、秦、楚、赵之中。富家乡今以酒甲，过亦不入门。设用此等，故师使能至10000万。师使既衰，至成哀王莽时，洛阳张常书、薛子卒子亦10000万，莽皆以为纳言事，欲伐武帝。然不能得其利，宣屈任事，其先为都道仓吏，秦之败也。豪杰争取金玉，任事独教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，民不得耕种，米食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任事。任事以此起富，富人奢侈，而任事折节为利田处，人争取贱甲。任氏独取贵善，富者数世，然任公家曰：非田畜所生不衣食，公事不必则不得饮酒食肉，以此为驴礼律，故富而主上重之，塞之赤也，为桥陶以至马千匹，牛备之，羊万，粟以万中计。五楚兵之起，长安中列侯封军行从军旅，积待子虔家。子虔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，为吴延氏出捐千金待其西食之。三月，吴楚平一岁之中，则吴延氏西食备，用此赴关中。关中富商大贾，大堤进诸田，田墙、田栏。为家立士，安陵度士亦巨万。前富者既衰，自元成器王莽，京师妇人杜陵凡家，茂陵至往，平陵如是，居士长安丹王君房使樊少翁王孙大清为天下高子，凡家5000万，其余皆巨万矣。王孙清以才养士，与熊结交，
王莽以为荆司是师，汉司东是令也，此其章章由著者也。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，以货路自行，取重于乡里者，不可胜数。故秦阳以田农而假益州，翁伯以贩之而轻献邑，张氏以卖将而数尺，智氏以撒销而鼎食，卓氏以魏府而连旗，张离以马邑而击中，皆越伐矣。然常巡守事业，积累盈利，见有所起，至于蜀卓顽恐，其之刀尖，攻善山川，铜铁于岩，市井之入，运其筹策，上征王者之力，下顾其民之业，切陷不轨奢铁之恶，调旷绝种博眼，犯奸成父，取书激发雍乐城之徒，留下齿裂，伤化败俗，大乱之道也。